新袋子，那个包新袋子还没有缴回来的，麻烦一下把它缴回来，因为待会儿要重新颁奖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先欢迎一下我们前教育部长吴清基也到我们的现场来了，谢谢，我们欢迎吴清基部长，待会儿呢他要为我们来颁奖啊。好，最后一个。 赵董事长，董事长，赵董事长，对不起，赵文全，董事长，华夏七辆纠真纠的纠啊，来，我们欢迎赵文全。好，他说这个请麦老师，哎，来做引言人，请麦老师。 我们现在要欢迎啊，来自那个华夏，四川呢，我们的中国最著名的一个我们中华民族的源头啊，四川成都，来自那个成都的一个叫什么名字啊？赵文全，赵文全，王明全，我们香港人才传过来。啊，它这个重点呢，就是来上海带来的那个仪器，可以帮助很多疾病的改善。 那么有关的内容呢，是不是论坛集里面也有啊？没有没有。好，有，那大家就用心来听听吧。台湾那个，台湾会议张片。啊，对，这个演讲哈。非常高兴来到台湾，各位老师下午好。 我来自四川成都，这是我们赵氏爱卓健康咨询有限公司。我跟我的先生啊，这一位啊，第三排这个彭安德啊，我们一起过来。哎，对，我们有一个很小的公司啊，因为我前身是神经内科医生。 前面快点，哎，这个华夏青年的起源，好过，我是78年考的大学的这个医疗系的哈，我是搞神经内科专业的，然后在这个西医过程中自己身体不怎么好，不会养生，就很糟糕。这是我大学毕业30周年，我在跟大家宣布，我要用中医的方法去为帮助自己的别人。这是我们学校南京铁道医学院，78年入学。 好过，那么我在03年正式离开西医舞台，然后就开始进行对中医，尤其是对灸火的这个创新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到了高原，高原的这个地方海拔将近4000，是因为它缺氧。我想看看缺氧情况下对华夏青灸对整个疗效的怎么样，所以在这儿非常受藏民的欢迎。2013年就是我大学毕业30周年，我正式。 就是说很多人追着我，让我去教他们去做这个，因为他们觉得很简单，可以自己在家操作啊。第一次首届的班，啊，这是去年会议啊，我们那个杨老师哈都参加了哈。这次我带着我的团队，就是我的学生啊，他们就学3天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那个效果，甚至开第二啊，给家里人就不用去医院吃药了，嗯，就是整个大病。 这是2015年，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到印度，到印度啊，这次我们在英美。过好，那好，第二个是重点，我们华夏青灸的基因理论基石。尽管我是西医毕业，但是我对中医的这个理论根基是非常非常讲究。我用了10年闭门造车，因为它的效果特别好，我一定要说服我自己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。所以，我们从《黄帝内经》来讲，善治者治皮毛。 其次治肌肤，其次治经脉，其次治六腑，其次治五脏。治脏者半死半生，没有胜算啊。那我这个图脏腑这个图是从我这儿横切一刀，我们把中医的解剖简单化，外面一层是皮肤，然后中间脏腑的那个绿色的是膜。那我们中医有一味药叫什么？皮里膜外的一个药，祛痰的叫什么？
白芥子，就是走到这儿哈。我们很多病痰是停留在这个地方。那我要是从四肢横切一刀，里面就是骨髓。所以我们的根基还在《伤寒论》的六经。中医最智慧的一点就是把所有的病都归结到六经上。我们不用吸太多的病名，大字典也描述不完。所以说，当病到了这个髓的时候，包括什么白血病、脑瘤，就是进入少阴病，这个病不好治。但是我们华夏七星灸在家庭的呵护下，脑瘤好多病人都在康复中，小孩子的这个先天不足也会很快一天一个样，就两三个月发现的这个脑瘫，一天一个样啊，他的机理是很多的哈，所以说。我们暂时介绍到这儿哈，下一个。从五行的角度来讲，我把这个华夏七星灸五行的弱点改变了。我们一般的艾灸，就是说艾叶它是属于木型，它点了火以后它是升起来，对吧？所以你做的越多，它向心火往上升，所以会上火，会伤阴，会高血压，会嗓子痛，会有很多不舒服的。但是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研制过程中，周围很多老百姓，包括警察叔叔都来帮助我们，因为烟子太大会干扰别人，所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我们把这一关克服了。我们现在的重点是火生土。我请大家理解一下哈，我们这个就是说火里的土，土里的火，这个火是最柔和的。它的振幅呀，各个方面都是最，就是对身体是最好的，所以我们这个它有这个补肾哈，间接补肾的作用。这个五行这一点，就是我是这样理解的，它不是一个五角星，它是垂直下来，所以还牵扯到女娲补天这个传说，啊，这个地方，我们华夏七星灸是一个大漏勺哈，我没有带来，它还扮演着女娲的角色。好，过。好，第三个，经典案例就很小的小孩子做的很喜气洋洋的哈，做了做了有的是睡着了，有的就一到三次很重的病都会改善。好，过。好，这个就是六年的哮喘，这孩子哈也是改善就不用吃药，就是经常来加强一下呀，有点问题再做一下呀，总之我们前三次就非常见效。过。这个小孩生下来就是肺炎啊，然后奶粉吃太多，然后知道这个七星灸，他每个月都要吃一个礼拜的药都不行，然后慢慢就好了很多。好，过。好，这些都是脾不好的孩子，因为我们是火生土，直接对脾胃有好处啊。过。好过。啊，这是一个脑瘤患者，他现在非常好，他就在我那儿治了几次，就回家交给他自己做，他就什么收麦子呀、带孩子呀都做得挺好哈。这个黑色素瘤也是说手术，但是慢慢软化，慢慢改善，他的新陈代谢推出以后就都会达到好转。哇，这就是我们的新手包哈，新手包就是里头有一个这个自杀罐，然后呢是木盒子，把这个放到这里头点燃了以后，我们放到床上，晚上不用浪费白天时间，就可以补阳，就可以把小病消灭在萌芽之中。好，下面就是我们的联系方式，如果大家喜欢可以照下来。啊，这里面的彭先生就是我们家的先生彭安德哈，所以还有一种学习方式，现在有很多家庭在追寻。好吧，我今天的讲解就到此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非常谢谢我们赵文全董事长的精辟的解说，谢谢您。好，接下来。